去啊，你亲自来了。大爷啊，你官职早已不见影，你是在钻人弄鬼还是在放魔鱼？上次去后院吃了喝了，情况有变，那么回事啊？你干嘛？老婆，不准我去把话回应。啊？他不同意？为什么？我也不好干的。这有什么不好干的？哎，他都没打你吧？打，还是轻的嘞。啊？这还了得？我找他去。子胥，这个事情嘛，也不能全怪他一个人啊。哦，那问题就出在你自己身上喽。罢了哈，我跟你讲，不管你碰到什么困难，你都要给我克服。旁途家庭